无戒十善只是开合不同，无戒展开来是十善，十善归纳起来就是无戒。那无戒里头不妄语，不妄口，不念识，不绮语，不恶口。啊，所以加上前后，前面不杀、不盗、不淫，后面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就是善。念老这个解释很好，盖好酒贪杯，这就是贪污啊，喝醉的时候容易发怒，那么这就是嗔度。酒醉了，人昏迷，这饮之过度，不省人事，这是吃毒啊！可见的饮酒这一物，又跟贪嗔痴啊有关系，是贪嗔痴的作用。饮酒容易把贪嗔痴引发出来，我意就成立了。资持记里面说就有十种苦，第一个颜色无，酒喝多了脸色不好看啊，言谈举止都不端了。啊，第二个少猎，猎是体力啊，走路的时候东倒西歪。第三个呢，眼识不明，真的看东西看不清楚。第四个，现成慧相，没喝酒的时候，这个人还挺温和的，酒一喝醉了之后就变了。古时候往往用酒醉来观察这个人的德行品德啊，故意把他灌醉，看他最后的表态啊，心情好的人醉之后的时候他就睡觉了。啊，没有这些卧底现象，啊，那么可见这个人平常心平气和，对人对事对物，他都能放下。啊，不受这个干扰。第五呢，坏业滋生。滋生，用现在来说，
滋养我们的生命。啊，坏业滋生，不是善业。这个意思用现在的话说，对我们身心都不好，都有损害，没有好处，所以酒不能过度。啊，第六个增疾病，往往是疾病的增上缘。啊，不喝酒，这个病潜伏在那不发作，饮酒会引导潜伏的病毒发作。第七个疑窦诵，就是争论这程度强词夺理。啊，一般讲不熟服啊，啊不服，啊不服输，好胜，所以这程度。啊，第八个无名称，没有人赞叹你。啊，世间没有赞叹酒喝醉了的人。啊，批评的多，没赞叹。第九啊，智慧少，没智慧啊，这是愚痴。第十，命中多散火道。啊，要晓得。命中堕三恶道，我们祭祀鬼神的时候就不要用酒。啊，酒跟三恶道有缘。啊，祭祀鬼神应该跟供佛一样，一杯清水。啊，清水表法好，表清净心。啊，我们大家心都清净，这个好。供酒不好。这十种，其中第四、第七尘土，第九尺土，贪嗔痴三土啊，又世间话所谓的酒能乱性。啊，指酒能迷乱人之心意与善良的本性。故令人造恶。